奖呢是第八届勇士杯时段赛、第十届海鸥杯职业围棋赛以及第四届女子围棋最强战的三合一的颁奖典礼。希望台湾的围棋越来越旺盛。台湾职业一路走来，一步一脚印，相信大家有目共睹。我想这个棋是会感染的，我们台湾的围棋绝对会比今天好十倍，好一百倍。来相逢，擦肩而过的心碎。